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740集的节目。由于很多小比例玩具的关系，我的节目瞬间推进到1740集。那今天给大家做的这款魔方的太空梭，它是军事合体中的最后一个成员了。那玩具的配件的话呢，还有合体之后的裆部，还有打枪，还有右手的手掌。那这个部分的话呢，不是今天的重点，我们还是来看一下玩具的本身。那这个玩具的话呢，本身啊，这个其实我对这个人物存在感，对我来讲他没有什么存在感啊，应该是说变形金刚的合体金刚啊，其实大部分我都没有特别的记忆点啊。我对于合体的这个家伙，其实兴趣度一直都没有说很高啊。那这一款太空梭，我都甚至觉得说，这个家伙是不是在军事合体里头，是不是有几个系列它是直接不存在的啊？就是说，不是太空梭，而是其他的队友啊，我不是很记得了啊。好吧，人物卡也是一如既往的精美啊。那我们先给他来个大合照吧啊！那最开始的这个应该是叫做诈骗啊，我有时候连名字都不太记得啊。然后这个是旋风啊，或者叫龙卷风，然后变形成坦克车的这个吵闹，为什么我吵闹记得特别清楚？因为电影里头有这么一个人物啊，轰天雷啊。然后这是他们的一个队长袭击，好 ，OK， 除了袭击个子比较大，还是本体，其他都是四肢的成员，再配合上这一些外挂的零件，将可以合体成一款非常帅气的军事合体混天豹。然后啊，我这一阵子啊，魔方的玩具呢越掰呢越觉得说呢真的是很耐玩，而且呢，他们的这个变形啊，跟一般的变形金刚的这种大块的推移是不太一样，它有很多是，需要用这种咬合式的一类的这种啊，像这种拼图啊、缝合式的这种变形方式，可能有人不喜欢，但是我觉得吧，它是提供另外一种玩法啊，而且它真的就是很耐玩的一个系列。我慢慢的就感觉到魔方玩具的一个越来越独特、稀有的一个魅力。好的，那这个太空梭其实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讲的啊。这个我比较好奇的是，这个是不是眼睛没有涂装啊？是不是啊？好像是空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手上这个是 G1 配色啊，目前他们也有推出 IDW 配色啊。到底哪个好看的话呢？就各位你自己去做一个斟酌吧。可动也是一如既往的，基本上你想得到能动的大概也都能动啊，脚踝的接地什么都是有的。那么这一款的一个变形过程的话呢，我们就来给各位做个示范吧啊。变形的话呢，首先把这个部分连同小臂整个翻转，就是把小臂转到内侧，再把这个地方翻回来，然后这个地方就咬合把它咬上去，然后这个地方分开它的话呢，是从这个地方用力抠下来，拳头收上去，整个翻出来，拳头收进去，这个地方再推回去，然后转成这个方向啊，做个一个预备的动作就行了。这里也是一样啊，先从整个小臂整个转上去，这里组合起来，然后从这个地方呢把它抠开来，是要抓着手这里抠没有问题的啊。这个魔方的玩具呢，真的就是这个材料啊，就反正有人爱有人不爱吧，那就是我提了，就是一个选择的一个问题。两手的话，两侧用力掰开，掰开之后呢，前后也分开，里头看得到的呢都把它给翻出来，这里这一个翻出来，再翻出来，这个比较紧啊。这边的话呢，只是翻出来之后呢，这里整个翻出来的时候啊，这个地方再先不要打直啊，先不要把它推直，在有点倾斜的情况下呢，去翻转这个部分，再把里头的东西都给翻出来。这里翻的时候呢，这个紫色的这个部分啊，翻出来就是比较紧，而且的话呢，就是可能如果说你的手指头啊不够纤细的话呢，我是建议啊用个道具把它抠出来好了啊。好了，都给翻出来了。这个时候你翻到上面来看啊，这个地方你把它整个给推下去，推下去，这里推回来啊，就把它密合起来了啊。然后呢，这个部分呢，我们接下来把怎么样了，把这个头啊给往下面推进来，然后呢放回去啊，放回去之后的话呢，这个地方就是把它整个再合并回来了，然后全部的呢，你看得到的呢，全部都把它给密合在一起啊。这个地方很暴力啊，就直接的啊，就这个直接缝这样子一捏一掐，全部就把它给密合上去了。我说这个就是您看吧，这是它很独特的一种玩法。这一块部件翻出来啊，这款太空梭的变形出乎意料的简单了，甚至你不看说明书的话呢，如果你对于魔方的玩具已经玩得很多，你甚至不看说明书都可以啊。腰身不需要转动哦，我们在变形这里的时候呢，把前面这个部件翻开，里头有的部件呢通通都翻出来啊，是不是
觉得说，哎呀，一点惊喜都没有，因为这魔方这一招用很多次了啊，确实也是没有错，这个都把它给翻出来了。到这啊，就是到暂时到这边就先停住，这块部件翻出来啊，这个等一下这里再做结合就行了。前方翻出来了，那后方呢也要翻出来。后方的话呢，两腿不太一样啊，这一腿这里多了一个垂直尾翼啊，这个地方从侧边这里翻，这个地方紫色部件突出肌肉从这个地方啊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地方就是有点像撕开一样的感觉，把它撕开来，里头一样有三片部件，一片两片三片啊，一共三片部件，是不是只有两片？我硬说它三片，那又怎么样呢？是吧？这里的话待会就把它扣起来，然后到这边，到这里啊，这一腿已经变完了，然后这个部件的话这里要记得翻上去，整个180度翻上去，然后啊这个地方抠出来的话就是这里啊，因为我刚好指甲够长就把它抠出来了。那另外一侧的话变形，各位再看一次啊，就是这里推下来之后，前面的盖子打开之后，里头有一个部件全部都翻出来，再扣回来。那这一侧的话呢，则是从外面这里翻开，这里紫色部件打开，然后从这个地方拆开来啊，然后里头的部件两片啊，刚说三片，我现在更正，两片可以吧，翻出去就可以再把它给盖回去了啊。好了，到这边，那接下来就是把这些东西啊，两腿也不用这个缩短，什么都没有啊，真的完全都没有，这个非常直觉的变形。你可以先把两腿做个简单的合并，然后这里也合并，但这里的有一个地方就是说啊、中间这一块因为它里头是空的，所以很有可能会去塌下去啊，再大家知道一些就行了。这个地方扣上去，这里放下来，好吧，就把它给整个给往前面捏合捏下去啊，我们直接的就很暴力的，你就看到缺口啊，像这种缺口你就用力的把它摁下去啊，这里也是一样的啊，这里也是一样，这里对吧，摁下去，这里也是一样，摁一下，我就摁这个，摁这个动词啊，在这个玩具上面是可以无限制的使用啊，这里一样把它摁下去，好啦，是不是不知不觉就变完了啊，就是一骚啊，这里翻上去啊，还算是挺漂亮的一个太空梭，这里把它扣出来，好了啊，应该没有什么漏变的吧？啊，有了，还有一处没变完，起落架，啊，它有一个起落架在这里，这里就往前面扣一下 ，OK 了。然后后面有两个造型的轮子，那平放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，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载具，几乎能隐藏的部分全部已经都隐藏起来了。那真的也是用这种材料它才有办法设计这样子的一个变形，那可以说是记忆点是很强的，我几乎就是变过一次，而且我是盲变的，我就是看到什么就把它全部拆出来，我们也就可以把它变形完成了。那么这个就是魔方这一次的一个太空梭啊，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载具。来，我们呢把它变形成它的一个右手，其实它的右手变形非常的简单。首先的话呢，我们先把这个机体的部分先给拆开，我们要做的呢其实就是把机器人的腿啊，我刚才变形成太空梭的时候我说腿都完全不用缩短，而在变形成合体部分的时候呢它就必须要缩短了。那具体缩短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必须把刚刚呢已经这个，我们不是把这一片部件给翻出来吗？这个时候呢我们必须再把它给收回去，就是刚翻出来的东西呢我们把它给收回去，比方说这个地方这个部件我们把它给收回去盖起来，以及呢把这一片部件呢推过来之后的话呢，把它还原成机器人的时候的角度之外，还要把它整个给藏进去啊，这个地方把它给先不要盖，上面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这里还没翻开啊，这里翻开，然后呢这个部件把这个部件收回去啊。那收到这里的时候呢，你看一下这个地方，它是有一个，这个地方有一个，这里有一个翻折的，这个部件拉出来之后，你看到这里有一个可以把腿缩短的机构，这个地方往内折一格就好了。好，这个时候的话呢把这个部件推起来到这边，然后其他部件就把它全部的缝合回去啊，缝合听起来有点怪啊，这个地方简单说就是把腿缩短啊，其他都一样啊，没有什么不同的，推回去啊，整个都给盖回去到这里，这个变形是真的是，这个真的是简单。好，到这里你看到没有，这样子它就是把腿给缩短。那么另外一侧的变形也就是一样的，我们一样的把它的
下面这一片打开，先把这一边给收进去，收进来，然后角这个部件这里要整个反折一个角度之后，把它整个给藏进去啊。先不扣，这里已经打开，把它的这个部件折进来，收进去，好了，都收进去了，然后就是利用这个地方转轴这转打进去，收进去就可以了。好，收进去之后呢，其他的部件就再次的把它给密合回去，这个一样啊，都给密合回来，这个都给扣回去到这边，然后呢两手做一个合并，合并的时候呢这里捏好，那这个尾翼啊记得啊，垂直尾翼也记得把它给收进去。好了，到这里之后啊，我们这个右手啊你可以对一下，它有相对应的凸跟凹，方跟圆的这个组合，应该是不至于会弄错吧。好，扣回去了啊， OK。 然后上半部这里的话呢，是这里要把它给松开来，这个地方这里这个咬合松开，然后呢把这个两片叠进去，往内搓进来，然后这个地方要翻转180度，它的结合的点在这个地方啊，在这个，那这里的话就必须把这里给打开，那打开这里的话呢，真的是比较紧一点，我是习惯用道具把它给翻开来，翻开来之后我们就是要露出这个地方这个滑槽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跟这个本体的这个地方看到没有，这里把它给卡进去。那第一次卡的时候呢，我是觉得非常的紧啊，非常的紧，这个地方用力的呢把它给往下面卡进去。好，推到底之后啊，就完成了它的一个组合，那这个组合方式是非常稳固的，基本上卡得很紧，然后它的手臂的可动的话呢，360度的转动啊，内外啊平举啊，然后这个手臂的一些基本可动什么都有，手指头的这个可动度的话呢也算是比较好的。那整个大合体的过程的话呢，就我会专门再录一集的节目，那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。那今天就先给各位分享这一款太空梭，谢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